聊什么呢？聊这么开心。没事儿。玲玲，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，因为杨宇泽。我跟他分手了，你觉得我背叛了他？你不必为他打抱不平。如果你还喜欢他，你可以去追他，而不是来报复我。你以为你从我这儿抢走了凤箫生，就能证明你比我好，你比我优秀了吗？感情不是游戏，不是抢来抢去就可以的。你别走。董事长，连记者说他到公司来查账是你允许的。是啊。我不同意，怎么能让一个记者随随便便进入公司查看公司的商业机密？这传出去会是一个笑话的。作为董事长的特别助理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会放在这儿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要么我走，要么他走。你自己决定吧。柯莹，你别走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连记者，你有病，他绝对有病。